OK， 好，你如果有看到我下面有这个，就表示 on air 录影中。哎，我们下回讲这一套小蓝条。那我们请老师来看一下，就是您到了这个协作平台这边哈，到这里有两个部分，这个收起来。好，您进到这边有没有？好，您现在先看到的呢是这一个，就是我们的这个，这个是我已经先帮大家做好的一个范本，所以您可以就是以后呢就直接套用就好。那怎么做呢？请您先进到这个网址。来，我放大一点点哦。您进到这个网址，就是我们刚白板上这个前面，好，前面这一段。你进来之后呢，您会看到说，哎，这里因为现在各位现在没有哦，所以这里是空的。然后呢，它就会有一个建立，有没有？在这里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按一下建立。好的，那这么多怎么办？您找一下，因为我已经帮大家把范本做好了，所以您可以从右手边这边。浏览更多的范本，浏览更多范本哦，你看一下哦，按一下，你进来这边你会发现，哇，好多学校都在用，你从哪里找？我们学校跟教育就好了。好，你把这边按一下，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跑出来了？现在台湾用的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大家都还不错，都有发布成范本，你就可以直接套用，所以你不见得要套用我的，我只是先想一下说可能大家会用到什么而已。但是不见得我的适合大家，那你这边呢你可以找看看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你直接找关键字就好了，找我们这个犁头店就可以了。这样有没有找到我给各位的？哎，因为现在只有我做而已嘛。哦，所以你点下去，哎，他就问你，请问你是不是要套用这个范本，有没有？好，如果是选了，待会你做出来新的就是这个，就跟它一模一样，你只要负责修改就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大概讲了一下之后，您先试看看，先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先到这个地方，我先回头一下，按一下建立。好，您先，我们大家先一起来做到这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把画面还给您喽。好，那么如果老师您就是刚刚这边的范本都已经挑好了，好。好，选好，选择点进去的下面有一个选取，对不对？好，点一下，有没有发现这里不一样？这里是不是就跑出来了？表示说待会就是依据这个当作是范本做出来。那现在呢，就要麻烦你帮你的协作平台做一个命名，也就是说老师自己的，看你要用课程名称还是老师喜欢用什么样的名称都没关系，这里可以打中文，这里可以打中文哦。那您的以后您自己的协作平台的网址就会出现在下面这边。好，下面这边后面呢，我们先看哦。假设我现在想要这个，好，假设我打这样子，那你有没有发现下面这里出现什么事情？它还没有自动帮你填进来。老师有没有拼看看 ？Little 电，好不好？它会变罗马拼音啦。但是你不仅喜欢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下面你还可以自己改，只是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是网址，所以只能输入英文的大小写，还有什么数字而已。你不能用一点啊、一横啊、斜线啊，通通都不行。好，就是只能英文大小写跟数字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啊，这个我不喜欢，我想要什么之类的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但是记得，太常用的常见字大概都被注册走了。好，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试看，万一这个已经被用走了，他会告诉你说已经不能，就是要麻烦你重新再改。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下面这个，敲门，你敢不知道这叫啥？我跟你讲，大部分第一次都比较不容易成功，反正没关系啦，错了，按建立之后它不行，它会产生另外一个，越来会越简单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是 KM。好，不对，应该是 K N U S T I E， 没关系，我先打错的，好的，好，我先打错的，好，你看我按建立，有没有发现不行？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会换一个，因为他知道你错了，好，那会越来越简单就对了啦。假设我又打错，
有没有越来越简单？好，所以直到你按下 OK， 那这个地方就会自动建立起来。如果有 OK 的话，你就会跳到就是这个画面，好，会跳到我们这个画面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就是如果你建立起来了，那就会变成那样子。如果没有成功，你就看一下它下面这边会告诉你说，哎，这里有没有有一些错误讯息，或者说，哎，这个网址已经怎样被用走了，它会提醒你。这样老师您就可以先把你的这个写作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咯。来，那我就把后面还给您。